请进，英姐，有客人让我把花送给你，还有封信呢。啊，放那儿吧。好。燕有胜身份已经暴露，已经被捕、招供，你们的情况非常危险，速撤。刚才那位客人呢？在那儿。你去叫虎哥和豹哥过来。好。啊，白景中尉，您是少佐，您最近可是这里的常客啊。这就是休闲地方嘛。错过了胡莺莺的歌，可惜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明天晚上你可以再来，听他用日文唱的两首歌曲，其中有一首日文歌曲叫《夜来香》。唱的跟李香兰是一模一样。哦，是吗？看来你也成为他的歌迷了。啊，白景云，东京被炸了，你知道吗？明石少佐。散布这样的谣言是要被处决的。谣言？我们大日本皇军怎么怕起谣言来了？想当年，我们占领东北、华北、东南亚，一路是高歌猛进，任何的国际舆论是无所畏惧，甚至不惜退出国联，与英美开战。现在不起谣言来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您是想要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不是谣言，这是事实。如果有人把事实当成谣言，那肯定会有人认为谣言就是事实。好，当然，你是绝对忠诚的。现在的战局已经是无法控制了，本土决战。在所难免，现在只有珍惜现在的时光，过好每一天，因为这样的好日子不多了。受教了，明石少佐。现在反正也没有人唱歌，那副赏脸陪我去看另一出好戏。戏，走吧。你个混蛋，
分明想讹我，说什么有人被抓了，让我赶紧逃。你让我逃哪儿啊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。说，谁让你送进来的？说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让我送信，我就送了。他们是谁？说。我不知道啊。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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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你让我看的好戏。这可能有什么误会吧。误会？白锦中尉，你是在怀疑胡莹莹吗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调查谁是你们特高高的权利，但是要有充分的证据，不能捕风捉影，更不能指鹿为马，否则我会不高兴的。是，白井中尉这次炸我，应该是针对萧长佑，他知道我跟萧长佑的关系，所以我怀疑萧长佑已经被抓起来了。即使他被抓起来了，也只不过是个共党分子了。祥嫂，现在我们是一条战线的同志，跑不了我，也走不了你，而且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，那就是33部队，而萧长佑是我们获取33部队内部情报的最后来源。就算他是共产党，我们都应该积极想办法营救他，不是吗？我倒认为不急。如果白锦能够坐实萧长佑的身份，那就不用来试探你了。这件事情时间拖得越久，反而越安全。毕竟33部队开拔在即，实际上他们耗不起。话不能这么说。白锦中尉这个女人我知道。他对待谁都一样，一旦盯上一个人，不吸出血绝不甘心。关于内藤遇刺的事情，必须给个结论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们排查茶道馆的员工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有，就是茶室了。他不是茶道馆的头牌吗？没错，这个女人其实命很苦，他父亲嗜赌一命，全家人就指望他挣钱还债了。可是最近世道不太平，茶道馆的生意又不太好，他就急着想带着父亲离开这儿。可是没有钱又能去哪儿呢？于是他就想把房子卖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想把他们的房子买下来，这样他们自己就走了，只是资金上需要特批。行，这件事我来办。喂，你好，白井国子。站住！特高科例行检查。把他们带走。怎么回事呀？都怪我，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我以为李贺把人接走，让特高科把怀疑的目标转移到茶师身上也就完了，没想到他已经下令把茶道馆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了。但愿他们的牺牲能够换来常有的安全。
只要常佑在，下面内藤就一定有办法。 身边的人都走了，春贵也走了，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晦气啊？谁跟我走得近，谁就倒霉。 班长是我的侄儿，我得把他换回来。老夏，我也不能让我侄子就这么白白去送死啊！你的侄子命是命，那人家的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我告诉你，贾爱龙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。老何，咱兄俩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第一回给我让。这么多年一直帮我，我知道。但今天你这个忙。 真的帮不了。这样吧，我去换。我何木良，无儿无女，我们老何家就这么一个代班，他得活着。 你看看你，老何，我说话你能不能听见？听见你快他妈给我醒过来！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找人喝酒，找人说话了，都走了。 内藤队长，您的伤好些了吗？您应该多加休息的。有什么话直说。关于您这次遇刺的事件，已经查出是博真查道馆的查道师和军统方面所为。在我们追捕时，他们拒捕，查师一家人和两名刺客已经死了。 又是死我队长，对吧？你们特高科是干什么吃的？啊？哪有那么巧？我去查道馆啊，那儿就潜伏了一个军统的特务。
那照你这么说，全城的营业场所里边都有共产党，都有军统特务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占领这个城市真的有意义吗？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请求司令部让他们派飞机过来，派轰炸机过来，把这个怀州城夷为平地。内藤队长，其实我认为这次的调查结果还是可靠的，当然胡英英和燕有胜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，我会继续追查。这件事你不要查了。还有关于谢春雪，还要再跟我再提起这个人。是。那关于燕有胜，把他放了。可是他的嫌疑还没有被排除。首先说明我们之间的较量已经不是敌我之间的较量。关于你的调查已经结束了，去洗个澡，休息一下。对了，内藤队长他怎么样了？休息去吧。萧长佑，再见。
是你？什么情况？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军统怀州站联络员韩彩珍，你好。你一直在骗我。可以这么说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个怪物啊？时而天真无邪，时而风情万种，时而又神秘莫测。队长，这新发的衣服给你领了。啊。看来部队真的要开拔了。内藤队长，您找我。白井中尉，请你过来，我是想跟你告个别，而且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还有，我再三考虑，想送你一件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其实我也有件事情想和您商量。好，说吧。33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，种种迹象显示将要执行一项重大的任务。如果说我是间谍的话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情报传出去。继续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给燕有胜一个机会，让他出去把情报传出。我总觉得那个胡英英很可疑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查过，在洪明城和冯老念被那个衣着华贵的老太太刺杀时，胡英英正好不在仙乐宫。那天晚上她请假说不舒服，提前回家了。我怀疑她就是那个衣着华贵的老太太。有意思，继续。而这次您遇刺也是胡英英为燕有胜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据。我有一个计划。哎，真是稀客啊！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？今晚我们有一个行动，需要你的配合。什么行动啊？该不会让我开枪杀人吧？不会，我们是不会引起骚乱的。那就好。只是英英小姐可能要受点委屈。什么委屈啊？我们需要在你身上装一个窃听器。窃听器？为什么呀？今天晚上我们怀疑的对象可能会来这里，并且有可能会和你跳舞。那他也不见得会把秘密告诉我啊。你不用套他的话，只要正常的跟他说话就行了。那万一被他知道我身上有窃听器，那我不就完蛋了？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你是不会有危险的。更何况你是特高科的人，他是不敢动你的。那行吧，就只有这一次啊。好。
我们的站长说，今天晚上日本人很可能让萧长佑到仙乐宫去，所以希望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，随时接应他送出的情报。你的意思是，日本人设了一个套，让我兄弟钻。你们也知道是个套，但是还是要让我兄弟钻。江团长，我们只是想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如果你的兄弟萧长佑感觉这个事情很不对的话，他完全可以不传递情报，这样敌人就不会发现他。但是，如果他感觉这个情报非常重要，必须冒死传递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一定要接得住，不然就对不起他了。你说呢？行，我同意接应，但必须按照我的法子来。你的办法是？我带着你进库尔大州，我们在里边接应长佑，让你们军统的人在外面接应，一旦打起来必须确保长佑的安全。好的，这个我同意。啊，据我们站长说，特高科已经在胡英英身上安装了窃听器，所以萧长佑不可能通过任何语言的方式来向他传递情报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给了我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用一个火柴盒。火柴盒？我告诉你，长佑只要一出来，日本人肯定会严加监视的。怎么可能把一个火柴盒随随便便扔那儿没人管呢？除非……这窃听器放在我这儿，等我跳舞不会掉了吧？放心，不会的。看得出来吗？完全看不出来。啊，行吧。先生，你想抽什么烟？来包这个吧。好。哎，好。不用找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燕妮小姐，为什么你会邀请我呢？我喜欢。那你为什么不邀请明史少佐？他总来捧我的场。明石少佐是很有权势的人，我看他对您挺恭敬的。由此可见，您的身份是非同一般的尊贵。我邀请您，就是给明石少佐面子呀。原来邀请我还是为了明石少佐。贱货！怎么，不愿意呀？我不会跳舞。没关系，我来教你。我们不是告过别了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今天是我们公司的集体活动。哦，看来你们公司挺有钱的。还行吧。哎，刚才跟我跳舞的那个，是你们老板吧？不是啊。胡说，他肯定是你们的头。真的不是。他是我们请来的技术员，相当于工程师。听你这么说，他也像个读书人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他挺有权势的。姑娘，看到那张桌了吗？把酒和烟收了，快去。哎，你干嘛？哦，客人不是走了吗？我收一下酒杯跟烟。在跳舞呢，放下吧。不好意思了。
FC003，这是火车的班次吗？我就在想，以常有的级别，能不能够知道火车的班次？那如果不是的话，又会是什么呢？